谢谢哈、哦。由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以及关病防治基金会所联合举办的救救关口人的偏远乡镇免费关病检验活动，今日来到卫生局举办三团记者会，并邀请到县长李朝卿亲身代言。这次是由鹿谷来筛选鹿谷和仁爱乡的这些民众啊，希望大家全面的出来接受筛检。像去年我们在这个国姓乡啊筛检的时候啊，就有得到肝病的治疗好的，他非常的感谢啊这些防治协会的各位这个赞助单位的这些同仁。主办单位之一的肝病防治基金会表示，这次检验活动将为南投县的六个乡以及仁爱乡来举办，希望会当弥补这两个偏远乡镇医疗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向我们南投县这个医疗资源比较偏远缺乏的地区，就医比较不方便的地区，可以就近我们来基金会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服务。这两个乡镇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尤其我们南投县的每一个乡民乡亲，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没有 B 肝 C 肝。第三团记者会顶端，包括仁爱乡、鹿谷乡以及多位活动赞助厂商，也拢派代表踊跃出席，甲县长李朝卿徛做伙，共同大声呼吁三分钟免挂科的口号。另外，主办单位也邀请一位得到肝病的患者来到现场分享伊参加检验及时治疗的经验甲心情。我之前像去年的我，甚至走路都没有办法走，哎，对，就是有我们肝基金会哈，就是。让我们去有那么好的机会，我们还是要面对去接受治疗。其中主办单位也表示，这两场的肝病检验完全免费，检验了后，伫现场赞助单位佫会发送白米顶的纪念品，预计接受2500人来做抽血检查。请仁爱乡以及鹿谷乡的乡亲，会当好好把握这次爱肝救肝的好机会。三分钟免肝苦。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